昨天铺天盖地的都是梗图的，就是各种画。哇！香槟汤，哇！你上去的时候我就有预感。谢盈萱，四宝的天堂。能够拿到这个奖，我要特别谢谢编剧，因为你们的关系。可以写出《熟女》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四十岁的女生有机会。这样子也好，等于是两个奖在台上都领到了。我想心里准备了吧，就是应该这件事情会被笑很久。对，我觉得会。刚刚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对，刚刚没有放过我。昨天铺天盖地的都是梗图的，就是各种画。放过我，香槟汤，放过我。你上去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你会。我知道，我刚刚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。对，然后我想说我要叫你，但是因为太放不下，我想说。算了，因为刚刚所有的人都跟我说就是帮，就是那个叫声，就是有盖过了那个，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，真的要解释。那算了啦，没关系，坐在下面这个人太可爱了，是的，没错，四十几。有网友说你得奖作品叫四十几。我会加油。